青衣去灣仔很多時候都是坐948的，今天試一下換畫坐了去大圍先，是 249X。 會展是一個很新的站，在這裡就省了，不用在灣仔修頓就走很遠的路過來這個海邊這裡。上到嚟，原來右手邊咧係 B2， 係金紫荊廣場，都出去行下先。
度宠物共用公园几好啊，有呢个设备，用唔使用手，用脚踩一下，咁就搞掂啦。呢度一定好受小朋友欢迎啦。好像要飞机咁，有下午茶的下午，下午12点就可以开始有下午饭。沿着楼梯上来呢，有个观景台的，那是公众公开的。可以看到好远好多的景色，可以望到直升机升降。
高，花园都好心机。不过楼梯咧，头先小心啊，好滑嘅，好多水啊。可以坐电梯上嚟嘅。住呢个海湾道，准备去呢个系香港艺术中心，经过一个公众嘅休息空间，好似几靓喎，上去望下先。喺会展嘅侧跟嘅啫，上到嚟别有天地喎，好多雀鸟喺度叫。呢只好靓喎，原来有很多雕塑喺呢度嘅，估唔到又发现一个新嘅地方喎。